这是69岁的林青霞和52岁的杨钰莹一起参加节目时的合影。林青霞像是一个十优雅的奶奶，而杨钰莹像是一个清纯的少女。已经年近古稀的林青霞看上去端庄大气，带有一种淡淡的高级感。杨钰莹一见大红上衣，明艳妩媚，少女感满满。俩人一对比，杨钰莹真的是不老童颜。要知道，林青霞年轻时可是有着东南亚第一美人的称号，如今美人也慢慢变老。而52岁的杨钰莹也至今是单身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